你试一下，我不要。来，帅哥美女都试试，来。我先来一个，你们看看。哇，你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，我来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咱们去别的地方吧。别急呀，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哎，美女，哎，为什么都要往里面扔硬币啊？啊，这硬币啊，要是投进去，你许下的心愿就会实现。就是说，你心里要有喜欢的人，这硬币投进去呢？ 说明对方也喜欢你。要是投不进去，那就是天意，试试吧。好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要是喜欢我的话，直接说就行，不用投硬币。哇！你投铅球呢？ 投怎么大力，怎么可能投得进去？哎呀，我就试一下嘛，反正我成绩也不相信命。我来一个，正好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射手。哎，神射手，你在打篮球啊？哎，小四，你也投一个吧。他才不会投。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东西，我投他干嘛？立夏。 那你投一个，我们三个人肯定会有一个人能投进的。啊，我就算了，我又没有什么感情困扰。哎呦，来都来了，就投一个嘛，快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这样也太随意了吧！把眼睛闭上，心里默想一个人。 刚才想的是谁？这个又不准。骗人！我刚明明看你很认真在想的。哎，姑娘，这个就是你刚刚投进的硬币，你把它送给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，你的愿望就会实现的。来，收着吧。谢谢。不客气，祝你好运啊！哎，好，再见。 来喽，豆腐花，你们俩的。谢谢。你吃吧。你们先尝尝。你可不行，牵上什么呀？来喽，来，慢用啊。哎，立夏，你那个硬币是给谁的呀？那个又不准。要不我给你？你少来，我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人。哎，有一天你要把这硬币送出去的时候，你一定得跟我说一声。 我得看看这硬币到底准不准。知道了。嗯。你管这些有的没的，还不如把学习成绩弄好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马上我们要去车站了。我去买吃的，等我啊。 老板，等一下，给我全换硬币。啊，好，来了。陆志阳这小子。 怎么不回来了？他要再不回来，你们只能吃明年的年夜饭了。他是不是走丢了呀？我对这里熟，要不我去找他吧。你们几点的车票呀？5点半，但是票在陆章那儿，现在还剩20分钟。那我去找他，那咱们一起去嘛。
走，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刚崴了一下。没事，你们不用管我，你们先去找他吧，没关系的。那怎么行啊？这样吧，我留下来照顾琪琪，你去找陆志昂。那好吧。怎么样，疼吗？嗯，没什么，应该就是崴了一下。这附近也没有药店。 这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啊！来。 先敷会儿冰，消肿。你从哪买来的冰棒啊？街家小卖店就有啊。疼吗？嗯，不疼了。 几点了？5:01。糟了糟了！我跟我爸爸说5点半必须要赶回去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！哎，干嘛呀？你就这样子挪回去，天都黑了。还不如给你爸打个电话，先报个平安吧。 要不我帮你打吧？哎，不行，还是我自己打吧，要是男生帮我打电话会更麻烦的。好。喂，是我。我一不小心把脚扭到了，今天会晚一点回家。程琪琪，你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 还望呀，你大家子都在等你呢。你告诉你在哪儿，我马上来接你。我在庙会街口等你。你爸管得还挺严的。这不是我爸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。其实我在学校里面会比较在家里面自由。什么表情啊？你不用安慰我啊。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试试而已。脚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啊，那我得先走了。我哥说来接我，我要去等他。我扶你去吧。哎，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，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啊，包括立夏，因为我不太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。 知道了。最后一个了，一定要进啊！ 在这儿啊，再不回去赶不上车了，走吧。走。立夏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对我？怎么了？有些情绪只能发生在最透明的少年时代。那时头顶的蓝天永远是一张寂寞的脸。浮云将一切渲染上悲伤的幼稚。从某一刻起，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秘密。 让我们一夜长大，让我们逐渐体会到伤感、无奈，甚至错过。
我想把它送给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就是不甘心，我也想要一个投进去的硬币啊。真的那么喜欢啊？刚老板不是说挺准的吗？我都送给你。真的？你真的送啊？快走吧，小姐。